大家好，欢迎收看圣经考古资料库，我是庄正成。这一集我们来讲圣经中的恐龙。有一个网友给我留言，他说：庄老师，我是个虔诚的基督徒，对基督的认识就是一本简单的圣经，但是自从我开始读创世纪以来，就有了许多的疑问。我的疑问无非就是想要对神有多一点的认识，但是每当我有问题的时候，从教会当中所得到的答案通常都是不要问这么多，你只要信。大多数的时候，我的问题也就这样草草被敷衍了事，但是这些疑问依然在我的心中挥之不去。我其中的一个疑问就是，神曾经创造过恐龙吗？曾经有些教会里面的弟兄姐妹告诉我，世界上根本没有恐龙。那我就问，那么那些考古学家们所挖掘出来巨大的骨头又是怎么一回事呢？这个网友迷惘之余给了我留言，这个留言传达出了教会当中对圣经以外的事物抱持了抗拒的心态，而这种心态也造成了许多人对教会教导的诟病。究竟我们要如何解释圣经以外的事物？这是一个值得深思的课题。以恐龙的事情为例，根据全球各地出土的恐龙的化石，我们知道恐龙曾经真实的存在地球当面。如果神创造所有的生物，那么神也创造了恐龙。然而圣经当中有没有提到恐龙呢？本集的圣经考古资料库就要带您从圣经当中做一趟恐龙的研究之旅。公元1841年，英国的科学家理查·欧文在研究几块样子像是蜥蜴骨头化石的时候，他认为这些化石是某种史前动物所留下来的。后来理查将这个动物命名为恐龙，英文字也就是 dinosaur。 dinosaur 是源自于希腊文，意思就是巨大可怕的蜥蜴或者是爬行类的动物。由于恐龙这个名字是理查·欧文在公元1841年所取的，至今不到200年。然而圣经当中最后一本书是写在公元一世纪，至今将近2000年。所以如果圣经当中真的有提到恐龙的话，那么圣经也不会用恐龙这个名字，而是可能使用了其他的名字。也许你会说，庄老师，那么圣经当中真的有提到恐龙这一类的动物吗？有人认为圣经当中确实有提到恐龙这一类大型的动物，因为在圣经创世纪当中可能提到了恐龙。创世纪第一章第21节说，第五日神就造出大鱼。中文的和合本圣经翻译成为大鱼，但是在这里中文的翻译不太准确，希伯来文意思是海兽 Tannin， 一般翻译成为龙 Dragon。 英文圣经则是使用大海兽。以赛亚书第27章第1节记载，到那日耶和华必用他刚硬有力的大刀刑罚鳄鱼，就是那快行的蛇，刑罚鳄鱼，就是那屈行的蛇，并杀海中的大鱼。中文圣经这里的鳄鱼在英文圣经里面就是巨大的海兽 Leviathan， 也就是海中的龙 Dragon。 在诗篇也有提到这种巨大的海兽 Leviathan。 诗篇第104篇第25到第26节当中记载，那里有海，又大又广，其中有无数的动物，大小活物都有。那里有船行走，有你所造的鳄鱼游泳在其中。圣经其他的地方也多次提到了 Leviathan， 包括了诗篇第74篇第13到第14节，诗篇第104篇第26节，以及以赛亚书第27章第1节，以赛亚书第51章第9节，
还有以西结书第32章第2节。圣经当中的约伯记是写于3500年前，有人也认为约伯记书中神对约伯也讲到了类似恐龙这样的动物，因为约伯记第41章第1到第34节，神对约伯说，你能用鱼钩钓上鳄鱼吗？一见他起不上胆，没有那么凶猛的人敢惹他。论到鳄鱼的肢体和其大力，并美好的骨骼，我不能缄默不言。谁能剥他的外衣？谁能进他上下牙骨之间呢？谁能开他的腮颊？他牙齿四围是可畏的，他以坚固的鳞甲为可夸，紧紧合闭，封得严密。他打喷嚏就发出光来，他眼睛好像早晨的光线，从他口中发出烧着的火把，与飞并的火星从他鼻孔冒出烟来，如烧开的锅和点着的芦苇。他的气点着煤炭，有火焰从他口中发出。他一起来，勇士都惊恐，心里慌乱，便都昏迷。他肚腹下如煎瓦片，他如钉耙经过淤泥，他使深渊开滚如锅，使洋海如锅中的高油。他行的路随后发光，令人想深渊如同白发，在地上没有像他造的那样，无所惧怕。凡高大的，他无不藐视。他在骄傲的水族上作王。同样的，100多年前的中文圣经翻译的时候，也不确定这是什么动物，于是就把它翻译成为鳄鱼。英文的原文也是 Leviathan， 意思就是巨大的海洋动物。这个巨大的海洋动物一站起来，勇士都惊恐，心里慌乱，便都昏迷。但是鳄鱼只有四条的小短腿，站起来跟趴在地上差不多，所以这个动物肯定不是鳄鱼，因为鳄鱼并没有这书中所描述的这种动物可怕。这些人认为这个动物看起来很像是蛇颈龙。根据考古学家的描述，蛇颈龙是一种大型的海生爬行动物，存在于早期的侏罗纪，身长大概有3到5公尺这么长。蛇颈龙不光是可以生活在陆上，而且可以生活在海洋。有人认为约伯记书中的鳄鱼也就是蛇颈龙，所以这些人认为这段经文这样翻译可能更令人信服。这段经文他们觉得这样讲，论到蛇颈龙的肢体以及大力并美好的骨骼，我不能缄默不语。蛇颈龙的气点着煤炭，有火焰从他口中发出。蛇颈龙一起来，勇士都惊恐，在地上没有像蛇颈龙造的那样的动物，无所惧怕。凡高大的，蛇颈龙无不藐视。蛇颈龙是最强大的水族动物。而约伯记第40章第15到第24节又提到了另外一种类似恐龙这样的动物，中文和合本圣经翻译的时候也不确定这样的动物究竟是什么动物，于是就翻译成为了河马。英文的原文是 behemoth， 意思就是巨兽。仔细的来读一段这段的经文，你且观看河马，我造你也造他，他吃草与牛一样，他摇动尾巴如香柏树，他大腿的筋互相联络，他的骨头好像铜管，他的肢体仿佛铁棍，他在神所造的物中为首。这样的描述像河马吗？即使现在比河马大的动物也有许多，譬如大象就比河马大，河马怎么可能是在神所造的物中为首呢？这个动物不但巨大，它的尾巴像是香柏木。香柏木是古代非常高大挺拔的树木。以色列最繁荣富强的所罗门王在位的时候，建造圣殿以及王宫用的就是香柏木。
河马的尾巴好像是猪尾巴，又细又短，咬起来怎么看也不像是香柏树。有人认为约伯记书中的河马就是雷龙，雷龙是一种大型的树食恐龙，雷龙生活在侏罗纪，它的颈长而且粗壮，并且可以一定程度的把头扬起来，而尾巴像是鞭子一样的细长。因为这些人认为世界上所有的动物，包括动物化石，唯一尾巴又长又直又有力，咬起来像香柏树的，就是雷龙了。因为有的雷龙长达22米，不但尾巴超长，脖子也直挺修长，所以这些人认为这段经文如果这样的翻译的话，可能会有更多的人信服。他们认为，你且观看雷龙，我造人类的时候也造恐龙，雷龙吃草跟牛一样，雷龙摇动尾巴如同香柏树，雷龙的大腿的筋互相联络，它的骨头好像铜管一般，它的肢体仿佛是铁棍一样。雷龙在神所造的动物当中是最庞大的。所以这些人进一步的认为，两三千年以前的人确实知道恐龙这一类的动物是存在的。他们推论，从现在发现大量恐龙的化石来看，雷龙这么庞大的恐龙不算是多数，而大多数的恐龙只有像山羊这么大，而且还有很多很小的幼年的恐龙，以及还没有孵出来的恐龙蛋。因为人类跟这些爬行动物不一样，爬行动物一生都是不断的生长，加上在挪亚大洪水以前的生态环境跟现在有非常大的不同，当时候的人可以活900多岁，差不多是现代人的10倍，青春期也比现在长很多，就连诺亚大洪水以后100年出生的人也可以活400多岁，是现代人的5倍。同样的生态环境造就了巨大爬行动物的形成，由于那个时代爬行动物的寿命是现代爬行动物的寿命的10倍，或者有5倍这么多，有这么长的时间可以生长，长成像雷龙这一类的巨大爬行动物也就不令人奇怪了。尽管以上的解经的方法提供了圣经当中提到恐龙的这种解释，但是也有解经家不以为然。这些不以为然的解经家认为，其实圣经创世纪第一章第21节当中所提到的大鱼或者是巨大的海兽，不管是大鱼或者是巨大的海兽到底是不是恐龙，我们都不能确定。虽然我们不能确定大海兽是不是恐龙，但是我们可以确定这不是指着鲸鱼或者是鲨鱼这一类大型的海洋生物。从古代近东的背景，我们可以研究发现，大海兽对当时候的人来说是极为可怕的动物。在当时候的人的认知里面，觉得这种动物是糅杂了经验以及想象的生物。这也正是创世纪的作者为什么特别指出神就造出大鱼。同样的，约伯记第41章第1节当中的鳄鱼，或者是翻译成为海怪，同样是指着一种可怕的海兽。原文字在诗篇里面有提到，特别是强调神曾经砸碎鳄鱼的头，也就是诗篇第74篇第14节。这个鳄鱼是你所造，诗篇第104篇第26节。以赛亚书第27章第1节则说，到那日耶和华必用他刚硬有力的大刀刑罚鳄鱼。这些解经家认为，从砸碎鳄鱼的头当中原文可以看出，这个头是复数，鳄鱼如同是创世纪当中的大海兽，让当时候的人感到惧怕。鳄鱼的头怎么可能是复数呢？原来这个鳄鱼就是类似一种海洋的生物，这种海洋的生物就是中东神话里面当中那个多头的海蛇。这个中东的神话
是出自于乌加列文献。尽管这样的解释强调了圣经跟中东神话之间的关系，但是这些人也声明，他们的观点并不是表示圣经跟中东神话有关联，而是主张圣经的作者借着当时候读者普遍都知道海蛇被击败的这个中东的故事，来表达出圣经当中的神的大能。他们认为创世纪真正的目的是要告诉读者，大海兽不是什么可怕的东西，因为大海兽是神所创造的，也活在神的主权之下。然而我们前面所提到的这些以21世纪科学观去解释圣经，他们的结论告诉我们，圣经当中确实有提到恐龙这一类的大型的动物，这未必是一种正确的解经的方法，因为教导正确的科学的知识并不是圣经的写作的目的。因此创世纪当中所提到的大鱼或者是大海兽，是圣经的作者要告诉我们，万有都是神所创造的，都在神的主权掌管之下。正如同这些解经家所说的，我们从圣经当中虽然没有办法能够确认大鱼、河马、鳄鱼就是恐龙，但是我们从圣经当中可以确认一点，那就是因为人的败坏，神就以洪水来毁灭人类。那个时候创世纪第七章第23节记载，水势在地上极其浩大，天下的高山都淹没了。创世纪第七章第19节接着又说，凡地上各类的活物，连人带牲畜、昆虫以及空中的飞鸟都从地上除灭了，只留下诺亚和那些与他同在方舟里的。在这一次的洪水大毁灭当中，唯一幸免的是海中的生物诺亚以及他的家人，还有方舟上面的动物。这些人认为我们能够在化石当中找到恐龙的遗骸，那么他们必然是洪水灭世以前就活着的，所以他们推测必然有多对的恐龙成为了诺亚方舟的乘客。而方舟怎么可以容纳这么庞然的巨物呢？他们认为这并不是不可能的，因为诺亚可以拣选一些年幼的恐龙，诺亚没有必要收留一些长大的恐龙在方舟里面。在方舟以外，一些孔武有力的生物就在洪水下降的时候力争上游，走上了高地。后来人就跟恐龙一起生活在洪水退去以后的高地之上。但是进化论的学者不认同这种人跟恐龙同时存在的观点，因为进化论者认为恐龙是在人类出现前的6000万年左右就绝迹的。人跟恐龙是否同时存在的争议，在学术界各有说法，我们在这里不做讨论。倒是这个争议引发了另外一个争议，也就是圣经跟科学对宇宙是多久创造的这个争议。按照字面上来解释，创世纪第一章，神在6日里创造了宇宙、地球、太阳、月球以及星球、植物以及动物、亚当以及夏娃。从创世纪这段经文当中，有些基督徒认为地球的年龄是6000年左右，但是根据考古的资料，考古学家告诉我们，北京猿人的化石已经有75万年的历史，而恐龙最早是在2亿3000万年前就出现了，而大部分的恐龙大约在6600万年前绝灭了。这样的结论说明了基督教的信仰是反科学的。其实地球的年龄是6000年左右的这种观点，是一些圣经学者从圣经的经文当中所推演出来的。公元17世纪爱尔兰的主教 James Usher 从圣经当中推算，亚当受造的时间是在公元前4004年，现在是公元2020年，也就是说地球的年龄是6024年。这种说法是说神用6天来造万物，而每一个创造日是24个小时来计算的。然而 B
并不是所有的基督徒都接受每一个创造日是24个小时的这种说法。事实上，圣经并没有启示说地球受造的年代。地球的年龄是圣经学者们用不同的方法，基于不同的假设所推演出来的。地球的年龄是6000年这种观点，只是众多的推算的方法之一而已。任何有关地球年龄的观点，不管是地球年轻论，也就是地球只有数千年的年龄，还是地球年老论，也就是地球有数亿年的年龄，这两种推论都不是直接来自圣经。最后我要说的结论就是，有关圣经当中确认提到跟恐龙有关的经文，只有创世纪第一章里面，神在六日里创造了宇宙、地球、太阳、月球以及星球、植物以及动物的这段记载。神用六个创造日造万物，神第五个创造日造水中的一切活物以及天空中的飞鸟，第六个创造日造陆地上一切的活物以及人。所以神是在第五或者是第六个创造日创造了恐龙。神造万物的时候看一切都是好的，那个时候没有死亡，死亡是人犯罪的结果，人的罪带来了死亡，诅咒也祸及了动物以及整个受造的世界，这个灾祸包括了恐龙的灭亡。神曾经用大洪水来审判从前那个罪恶的世界，同时圣经也警告世人末日将会临到。圣经预言世界末日来临以前，世人的光景也会像大洪水的前夕一样，当时的世界被水淹没就消灭了，但现在的天地是凭着难命存留，直留到不敬虔之人受审判遭沉沦的日子，用火焚烧。这是记载在彼得后书第三章第六到第七节。亲爱的弟兄姐妹，你可以选择相信不同的解经家对圣经当中跟恐龙有关经文的解释，也可以选择接受不同的科学家对人类以及恐龙年代的推测。至于我相信圣经当中神是在第五或者是第六日创造恐龙的，而且神曾经用大洪水来灭世，恐龙在诺亚大洪水前后灭绝了。我也相信圣经当中末日的预言，而我们唯一避免像诺亚那代人和恐龙灭绝的方法，就是接受主耶稣在十字架上面的救赎。让我们以圣经为鉴，彼此在跟随主的道路上面共勉。以上就是本集圣经考古资料库为您所介绍的圣经中的恐龙。